说少了不落，我们直接开始游戏环节，展亮登场。来，游戏规则非常的简单。本轮游戏规则，游戏分为两队，每个人向气球吹气，利用气球的气吹动面前纸杯，纸杯过线且不倒则算作比赛成功，下一个队友进行接力，最终哪一队最先将纸杯全部过线则游戏胜利。气球吹杯子，比赛开始。谁把赢定了？不重要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这个我玩过这游戏，反正就是三轮嘛，就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嘛。不，这把要赢，我要赢。哼，这把我们让给他们，我们轻轻松松。那我们比赛就是一个怎么说 ？Easy， 一个正式开始，好不好？我们第一个派出的是，派出宋老师。来来来来来，宋子德、王连茂。来，各就位，预备备，比赛，你走了，开始。这气球真难吹，嘿。宋老师看到了吗？哎哎，掉了不算，重来。差一点，宋老师快加油，宋老师，宋老师。没过线，没过线。你玩你自己的宋木子，你别去捣人的乱。宋木子放，宋木子犯规，宋木子犯规，重来。来吧，咱俩君子游戏啊，来。咱都好好的，别捣乱，老捣乱。时间不够了，来。自己翻车了。控制那个度不能掉下去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呦，我看他俩玩游戏真荒唔人呢，我天！快加油！快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兄弟，喘口气，扶手扶上他。哎，咱不说不玩赖吗？来来，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犯规了，好不好？真比时间不够，时间真不够了，来来来。哎呀，快点吧，我都饿了。不开玩笑，不开玩笑，好好玩嘛。宋老师，咱们一鼓作气好不好？你让我赢一回。对，慢点，宋木子，你认真一点，宋木子。好、啊。接力，接力，赶紧开始。哎，干嘛？王天放没成功。我成功了。你没成功。咱们有摄像机为证。不是，你气可以大一点。干啥呢？我这干嘛？那么小气吗？那么小气？不是，问题在哪儿？没明白。他是要大气。哎，重来。哎，管乐，特别小啊，管乐特别小哦。好，小屁气球。管乐。就来最后一下，加油，滚月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圆圆上，圆圆上，一点点。哎，他真的不太好吹，吹不动。圆圆，小小气儿，对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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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有节奏的啊。对，圆圆有节奏，嘟嘟嘟嘟嘟。很好，一点稳扎稳打，嘟嘟嘟嘟嘟嘟嘟。
等等，你开始来。啊！嘟嘟，很好，一点稳扎稳打。不用玩了，不用玩了， yeah. 别擦了，老师。啊，那不用擦了，不是，游戏已经结束了。桌子，桌子脏了，桌子脏了。我们两边的悬念现在对于观众来说是越拉越大。主要是你凑齐了卧龙和凤雏两员大将啊，你这。我们庆祝一下。那么究竟这一队什么时候才能拔得头筹？那我们的游戏在紧张的氛围当中，在扑朔的悬念当中，有请我们的下一轮游戏。本轮游戏规则，游戏分为两队，队员依次上场进行一 v 一比赛，选手先将面前的纸杯进行翻转，杯底向下极为成功。翻转成功后，将杯子叠起，每一层中间加纸，选手从上到下将纸抽出且杯子不倒，则游戏胜利。来第二轮，第二轮，第二轮，来来来，我来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 ，Go！这玩意儿不简单，还好，好，远远轻轻轻一点就行了，远远轻轻轻一点就行了。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你是我们这边啊？对对对，你快一点，你快点，快点，不是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马上就过了，反正我们也赢不了，反正我们也赢不了。队长，你是我们这边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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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有点歪了，你这有点歪了。队长，你是我们这边的队长。不是，我不是。我队长，你是我们这边的队长。不重要啊，不重要啊，不重要。你不重要是吧？不重要。不着急，张小婉，咱慢慢慢慢来。张小婉，这个杯子过不来了，张小婉。慢慢来，稳扎稳打。快快别。就可以啊！快速抽啊！快速抽！速抽！速抽！哎，你抽那边啊？那边少。哦，对，在那边抽。哎呦我天！快快，人家那边追上来，快点！什么叫人家那边？是咱们这边。是我们，我们这边追上来，来来过去，队长过去，快加油，加油！哎，漂亮！哎，漂亮！好，来，队长，队长，是不是队长？真不容易，我跟你说，自带游龙，自带游龙。就我们这组，我还用出战吗？耶，看到了吗，队长？我们开始发力了。看到了，我们开始发力了。我们开始赢了，队长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下一轮游戏上道具。来，我们这一轮游戏叫做面粉山城。本轮游戏规则，两队各派一名成员，用纸将面粉刮向任意方向，且保证木棍不倒，视为游戏胜利。若木棍倒下，则游戏失败。其实这个游戏不是保证自己不输，而是为了让对方输，不让对方赢。你也可以这么理解。可以啊啊！这么一说，突然懂了。这么跳出来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开始。来，好吧。那我们派出第一轮代表，队长你先来吧。行，我先来。跟那边队长吧。我俩呀，我俩。咱俩来。我俩下不去手。谁跟你下不去手？我直接就今天就整你。什么？就整你。来。来。哎哎，你俩这么整的呀？大战一触即发。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女士优先。哦。哦。哦。漂亮。大哥。漂亮漂亮漂亮！哦，面粉山，哦哦，真厉害！我给你来点险的。哎哎哎！哎哎，队长，看他找不着。哎。就小小弄，这儿就可以吧？这儿不行吧？那不行不行不行，还是得 以山为基准。啊！
不是，这太快了，整个来到一个1-0来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正式进入到第二轮。来开挖，来挖掘机呗呗。先挖过来，哎，倒了直接，看看。没事没事没事，管乐。哎，没优优雅的管乐。哎哎，挖掘机本，哎，优雅的管乐，挖掘机本，来搞艺术呢，咱们的搞雕塑了。哦，有点危险了，这非常危险了。对，因为这边已经全塌了。哦，摇摇欲坠呀，这是。这边不能动，我感觉。你好好的啊。可以可以。把你逼上绝路，这边不能动，真的管乐，这边不能动。我也觉得不太能动。这边承重墙。承重墙。对对，他就靠着这儿呢。因为这边是承重墙，从这儿切都没事儿。哇！摄像机，拍摄像机必须来一个，拍摄像机快来一个。我能明白，把承重墙打通，我打通承重，打通。咱小小，小来是吧？这样吧。可以，哎，你能不能一点一点把它承重墙给它瓦解，一点一点瓦解它。行行啊，你切太大了，松子松子。哎呀！哇！哇！天哪！现在吹一下风就会倒的感觉。管员，我觉得我不动承重部分，我不就完了吗？我怎么？那也可以，你把你那一堆先给它弄了去。对，哎呀，我就知道你是我们这班的。哎呀，很正常嘛，但是也赢了，对不对？来，那我们正式进入到第三轮游戏。那么我们双方派出的代表是卧龙、小婉，我跟小婉来啊，来吧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你先来，我让你。行，谢谢。倒倒，你这边就很危险了，这一下子。你看我们这边凤雏多聪明，不是那个，差一点了，小心头发，小心。王天放，哎呀，我天，王天放这狠狠来啊！哎，你不能给他留有余地。王天放晚上吃饺子啊！好嘞。哎哎哎，稳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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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当修挖，稳稳当当的，漂亮。修挖修挖修修的挖，可以可以。修修挖修修的挖，哎哎，哎呀，可以可以，这个可以。这小挺损啊，这小子。面粉山上挖呀挖呀挖，挖修修的面粉修修的挖。看得出来了，人情世故这一块啊，非常强，非常强。还有吗？走了，拜拜。Happy, happy, happy, happy.